我是重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斌。每个人都喜欢我家里的橱柜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哥，要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见人爱的弟弟把 A Star 介绍给你的话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说的也是，那今天呢，要把最好的介绍给大家。哇，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 showroom， 这是我们最近刚刚装修好的一个展厅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跟三年前非常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采用不同的设计 for 这个 showroom 啊。哎，话不多说，让我带你们去走一走看看。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材料升级，对不对？就是从之前的很多缝隙的接痕，因为我们以前是用这样子的板来拼接成，后来我们现在用了焊接工艺，把它们全部连接成整板。现在看起来是里面是无缝连接，看起来跟里外都是跟木一样模一样的。是。整一整片都是，对对对。以前的是这个接痕，我家以前是这样，现在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所以让整体上工艺大大的提升，让整个厨房看起来跟木质一模一样。可是就是铝制的优点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新的那个machine where 我们可以 automate 整个那个升降过程啊，就是让它这看起来比较美观，还有更方便，可以放柴米油盐这些东西。哎，哥，一点味道都没有哎。嗯。因为我们整个那个产品的生产过程、制造过程中，我们是没有用一滴胶水，所以我们刚才我现在你们介绍那个material 的那个production 过程是全部用焊接工艺的，所以它整个过程中是没有一滴胶水，所以是零甲醛，所以对小孩子、对老人家是特别的好，因为是完全没有甲醛的。哦，明白了。对，哎，不过我们两个人坐在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、哦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用铝嘛，所以铝的那个承重力是比木多三倍。铝的承重力是木的三倍啊！嗯，我也不重啊，不重不重。咦呀，什么时候可以去你的新家呀？其实下个礼拜我要办好锁命了，不过如果你要来的话呢，随时，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，我装修我第一间房子的时候就选择了 A Star， 因为它可以完全的取代了木在我的厕所还有我的厨房，主要是因为可以直接用水直接冲洗那些铝合板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好，而且他们办事效率非常快非常高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还再次选择了 A Star 在我的新家呢，也是这个原因。那另外一个原因非常重要，是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要装在我的橱柜里面，所以它需要很高的很大的承重能力，所以 A Star 完全符合我现在的需求，所以我再次选择了 A Star。真的非常谢谢徐斌呢，介绍了 A Star 给我。我家里呢，因为有 A Star 的产品，觉得很骄傲。因为呢，我的朋友来我家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橱柜跟一般人的很不一样。后来呢，就发现到呢，原来橱柜都是铝制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的朋友都用 A Star 的产品，主要是因为它不生锈、不腐蚀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用很久很久。